会啊，因为我好好，我男朋友都好中意我。我成日对住块镜笑，我真的好爱自己。我不会为一棵树放弃一个森林。有边个唔中意大波噶？仲要长腿白噶？梗系会啦，因为我觉得自己都不错啊，即系个样已经吸引晒所有人啦，佢好阳光靓仔啊，都系唔错，黄金比例咯。系嘛？系啊系啊。我觉得我嘅缺点都系我嘅优点，我觉得自己值十一分。Exactly， 我真系好中意自己，我可唔可以中意我成日对住块镜笑？我觉得分就系俾做作，唔做作做唔到女神。不会啊，性格都 OK， 但系成日觉得自己太肥啊。梗系会啦。够靓仔啦，有自信啦。你唔好笑啦，虽然我都觉得我有啲骄傲自大。如果是男仔的话，我未必会喜欢自己这一种女仔，因为实在太男仔头了，我自己性格都算有少少吓人憎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相处得来的。如果自己同自己拍拖，应该会火星撞地球，就会不断吵架的。会啊，因为我很好，我男朋友都很喜欢我。因为我够傻。我会揀第二个，不会揀自己。身材好，好样咯，都 OK 的。应该不会咯，因为是男仔都会想找个靓啲咯。啲男仔净系睇样睇身材。男处黑。我以男性的身份接近佢，可以。如果我变咗女仔，我会想试下第二啲男仔咯。男仔咯。梗系彭于晏啦。变咗女人应该沟唔到仔咯。都有好怪系嘛？系啊。系咪拣啲瘦嘅、白嘅、大眼嘅，要整个容嘅，要大波嘅，自己样衰啊嘛？有边个唔中意大波噶？仲要长腿白噶？系啊，因为想体验下其他人嘅高大威猛嗰啲咯。因为世界上太多靓仔啦，所以冇拣自己。系啊，我系独嚟，我唔靓仔，我又冇才华，系咪先？咁你觉得十分入面自己值几多分？我觉得自己是，我觉得自己是，我太 socialable 了，太多 friend 了，如果我是女仔，应该会很没安全感。花心，不是一个很男人的，所以我宁愿揀其他都不会揀自己了。哦，可能会的，自己了解比较多自己咯，系啊，咁我都唔知出面嘅人啱唔啱我噶嘛，咁啊，即系我好清楚自己啱自己，咁咪如果可以咁咪揀一个啱嘅咯。样衰咗自己，咩啊？样衰咗自己。你会拣咩类型嘅男朋友啊？你变咗女仔之后，阳光咯，高咯，靓仔咯，彭于晏啊！我唔会为一棵树放弃一个森林。